Quel est donc ce lien entre nous? Cette chose indéfinissable. Où vont ces destins qui se nouent pour nous rendre inséparables? Life's a dance we all have to do. What does the music requir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基础玩家，我是小胖。今天拿到的是来自德国的布鲁门赫夫的一款最小的书架音箱 Mini。那介绍这款音箱之前，首先来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布鲁门赫夫的公司。它的创始人叫做托马斯·布鲁门赫夫，是在1979年开始，也就是在14岁的时候就从事声学结构方面的工作，也就是做一些录音棚啊、电影院的声学设计。那做了40年了，那他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工程师，而且是一个很极致的人，所以他就创建了这个布鲁门赫夫这个品牌。整个工厂所有的音箱都是手工制作的。那我们有特殊的关系，我们的小伙伴呢到了这个德国，就是他的工厂就在慕尼黑旁边的一个小镇。他们去参观那个工厂的时候，他们每一块木皮呀都是自个儿贴上去的，所以这个极致的程度大家可想而知。那这款音箱其实是托马斯先生放在自己的卧房拿来听的一款音箱，虽然这款音箱在市面上流通的不是很多啊，也极为缺货，正是因为全手工的原因，所以这款音箱一缺货，二卖的特别的贵，差不多20000块钱啊，这么小一个音箱，4寸的单元啊，可想而知这个音箱非常的我们先下个定论，很好听。好，接下来解答一下网友的质疑。那纯手工制作的和我们这个国内的一些 DIY 有什么区别呢？两个，一个是呢，极度个性化的定制，自己来做，玩儿。二一个呢，就是极度的性价比。他觉得就是我们可以用到雨后出晴，或者用到丹拿，或者再用到什么什么的优质的单元，自己做个箱体是否也能出那样的声音。它的初衷是为了这种极致的性价比。那这种布鲁门赫夫虽然在音响大牌里面它不算是一个大众产品，算是个小众，但是它是一个手工界里面，就是这种特别昂贵的音箱里面算是一线的产品了。那这样的产品它往往它的创始人都是从事音箱行业或者是声音声学行业的一些领军型的人物啊，在世界都是鼎鼎有名的。那么他们为了追求极致的声音而自己去创办了公司啊， KEF 也是一样，宝华也是一样，所以是不一样的路数。 OK， 这两个事儿说完了，接下来开始正式介绍这个音箱。首先说一下它的参数部分，一个1英寸的四模高音，一个4寸的中低音单元，看上去很平数据，那下潜到60赫兹，上到20000赫兹，在现在主流数据上也不算是优秀的。6欧88的灵敏度的表示这个音箱不是很难推，其实一个比较小或者是基础的功放都能够推动它，但是相信买这个价位音箱的朋友应该自个儿手上的功放都不会很差，是吧？当然越好的功放推的声音会越好。刚才下个结论，这个音箱非常的好听。这个音箱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跟大家去做比较啊。是拿喇叭的大小去比较吗？我旁边有一个惠威的 8.1， 这边有一个宝华的685， 6.5 寸、8寸，这个4寸。是这样比吗？还是按价位去比？因为这俩音箱加起来的价钱还不见得比它高。这个就不知道怎么去跟大家形容了。这个人家说不能跨级打怪，这个音箱让我听上去啊，真的很难跟大家去形容怎么样的音箱可以去跟它做比较。这个音箱我们推荐是在15个平方以内的房间去播放，那么低频部分可以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么我们现在是在一个30个平方的房间给大家做测试，当然它的中低频部分是不如这个 6.5 的宝华和8寸的惠威的，当然。它的低音也不差，顺态很快，但是呢它的低音的量不够，因为只有四寸，
这个实在是真的很难为它。我们上次测了一个三寸的啊，那个小的一个品牌的音箱，就是那没法比，因为那价钱在那儿，对吗？那这个差不多2万块钱的级别，它真的是要去跨级打怪，它才能够卖这个价钱，有没有？对，它应该是这样。所以我们听上去总体的感觉，从人声部分来说，这个两分频的音箱，它的中频比三分频的还要好。这个就很奇怪了啊！我们比惠威的 8.1， 当然价钱不一样，这个也是不同级别的。它的中频部分，我们无论是听蔡琴的，是中低频比较饱满的啊，男生的这种中低频，以及女生的中高频部分，它的中频的表现是最优异的。这个让我们觉得很奇怪，这么小个箱子，对吗？又没有中频单元，但是中频单元还能够做得这么好。而低音单元呢，它其实下潜并不是很差。只是说量稍微少一些，而且速度快一些，这个声场当然它是没有这么好的啊，弥漫性啊，还有它的这种渲染力啊，是不可能做到大箱子这么从容的。但是你能够听到音乐本身低音下潜的那个位置那个点嘣还是有，只是快一些，它不是嘣，对，从容度稍微差一些。但是总体而言，他听人声如果不是特别强调低音或者鼓的这些歌的话，小编制的歌他不输惠威 8.1， 也不输685，他甚至比他们更好。在中频部分，他的高频呢不是那种很刺耳或者是你感觉解析度很高的那种高音，但是你会感觉整个声音出来特别的纯净。高频部分不是刺这个声音，而是那个丝丝顺滑的那种感觉。这个箱子的音乐味很浓很浓，我们还是用一个晶体管的这个功放去推动它，你就觉得跟这些 6.58 寸的箱子用胆机去推的感觉是一样的。对，它的高频部分特别的有音乐味，我觉得声场是比那个惠威的淡式高音还要好。这个因为确实也不是一个级别，所以我们只能这么说了，也不能说是谁的箱子更好，谁的箱子不好。因为这么小个箱子，很少有人会愿意花2万块钱去为它去买单，它一定有它的过人之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其实这个音箱的三频是很均衡的，特别的均衡，听上去很暖的一种感觉，不是冷调的，是暖调的。那暖调的音箱呢，通常呢高音不会那么的明显，一般是偏中低音比较多的音箱，你听上去会感觉相对比较暖一些。但是呢，由于它四寸的单元，低音又不会那么的浑浊。有一些音箱呢，它上了一个八寸的单元，但是调校不给力的情况下，低音就会弄巧成拙多了，然后把高频遮掉了。低音把高音遮掉了和高音本身不好是两个概念。所以这个音箱其实低音是刚好合适，可能少了那么10%到20%之间，然后凸显出它的高频恰到好处的那个味儿啊，它本身是偏中低频的，但是由于最低频部分的低音缺失，会显得中高频又比较亮丽，所以它这个拿捏的是特别到位。这个是我听到这个音箱的总体的感觉。拿这个音箱如果拿来听这些交响乐，我认为是极度不合适的，因为它真的没有任何的渲染力，只能听一些小调人声，甚至是我觉得拿来听钢琴曲，它会共鸣腔不会那么大，因为总体而言这个箱体还是偏小，我认为。但是在他力所能及的那些歌曲当中，我觉得我们目前听到的音箱没有哪个可以跟他比那种纯净度，他的那种三频均衡是特别给力的。如果大家有幸能够听到这个音箱，我觉得真的大家要去仔细听听，这个音箱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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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听。OK， 这就是这一期小胖给大家介绍的音箱，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基础玩家，我是小胖。记住啊，这个音箱我们是在微博上有试听的环节， B 站是没有的。当然试听不能作为购买标准，只是拿来听，来听个响，听个玩，听个乐趣啊。 OK， 那希望大家在微博和 B 站给小胖留言，以及在优酷和腾讯都可以搜索基础玩家，可以找到我们。感谢大家收看，下期再见，拜拜。